嗨，大家好，我是陈燕的梦丽啊。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健康的重要性，因为呢，不管是在龙总的前面啊，还是我们楼下的住户啊，很多朋友不是太太陪先生来洗肾就是我们楼下的话，就是有一台车会固定来载他去洗肾。那我觉得啦就是说我们人什么都可以不要什么都可以没有，可是我们的健康真的很重要。那这辈子的话，也许你会觉得说，哦，劳碌了大半辈子，结果到最后还是一样，一三五二四六，固定要去医院洗肾。那这些零件坏了，是不是很辛苦？所以说，梦丽今天呢要跟大家聊一下，就是透析机。透析机就是在将血液输送到里面，然后把这些血液里面的杂质过滤好了之后。再送到我们的身体里面来，所以说它必须动脉插一支管，静脉也插一支管，那这个过程呢大概要4个小时，那人们的话呢，如果说一三五二四六这样长期的洗肾下来，真的整个人都消瘦了，而且呢身体会越来越吸肉，然后我看到的这些朋友呢，他们真的是皮肤越来越黄，然后越来越黑。然后也没什么体力，所以说，我觉得啦，就是说洗肾真的是一件很漫长的路。一旦洗下去之后你的状况如果没有改善的话，一辈子都一直要这样洗下去。那家人的话就要付出很多的时间，不管是载你去洗肾或是说平常的一些照顾那真的要花很多很多的时间那如果说你平常没有注意自己的身体的话，你以后的话这些零件我们身体的这些器官坏了之后，就只能靠机器了。那人们为什么会故障呢？你们想一想，其实我们会故障的原因就是说，我们人真的是有太多太多的坏习惯了。你就是常常要长期的去熬夜，然后叫你喝开水，一天要2000cc，人家在讲你也都没有听。从来不喝水，然后每天就是一定要去买饮料来喝，因为比较好喝。那另外就是说，只要有一点点的身体状况就会买了很多的药，然后去看医生，也是要拿很多的药回来吃。还有就是说，我们的饮食习惯真的是热量太高了啦。还有就是我们比较重口味，都是要重的那这些呢，它对于我们身体的伤害真的是太大了啦。所以说我们要好好的爱惜自己。以后真的我们的零件坏了，真的就是要去找机器了。梦丽提醒你，我们陈燕一系列的产品，就是来做我们平常的保养，让你的免疫细胞一切都很正常，然后可以去帮我们做一些抵抗清除修补的工作。那癌症一系列的文明病就不会马上找上我们所以说推荐我们陈燕一系列顶级的产品欢庆营养饮料千禧前千禧营养饮料，还有千禧金，希望你会喜欢哦，谢谢您，谢谢，今天我就分享到这边，谢谢大家，那记得关注，然后记得订阅哦，谢谢您，谢谢，感恩。